男人，如果做了这三件看起来像好事，但很快你的女人就会离开你。无论你多么爱一个女人，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为她做的。虽然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同，但通常有以下三件事被认为是不应该做的。来林可盈用一杯绿茶拿铁的时间来跟你分享。失去自我，不要为了取悦对方而完全改变自己，失去自己的兴趣、朋友和生活方式。保持自我独立和自尊是健康关系的基础。放弃梦想，不要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支持你的梦想，而不是让你放弃他们。容忍不尊重，不要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尊重或虐待，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行为上的，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善待。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爱情关系，也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。悟空以升天保护观音，你也无需做观音兵，加油，新奇物的男人。